我们这边已经被抓了，我们这边已经被抓了。我们这边已经被抓了。大夫，我爸打了安定，应该没什么事了吧？今天晚上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不过，你父亲今晚的发病，影响了其他的病人。院长让我通知你们，要尽快的转院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只好强制的出院了。大夫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医院的本质就是救死扶伤，什么叫强制出院？你有什么权利赶病人出院啊？我们也是没办法。今天晚上，孟老先生每个病房大闹了一场，闹得两个病人家属去向院长投诉。哎，这老爷子现在精神很紧张，如果继续在这儿，不仅影响其他病人。你告诉我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大夫，要不这样吧，你给我们几天的时间，我们也好联系其他的医院。可以。不过呢，这几天每天每时每刻你们家属最好留人24小时监护，能做到吗？好，放心吧你。好。我们医院啊，是目前全市公立医院当中各方面条件最好的。你看，环境也不错。你们呀，把老人交给我们，尽管放心。你别动我！对不起。你们护士，你们怎么能放了？护士，你别动我！不离！我这样！你别动我！我这样！这不太适合孟叔。孟叔需要的是一医疗条件好、有24小时护理的。我们再看看。早点回去休息，我跟一鸣一块来陪我爸。就在网上查了资料，你看看靠不靠谱，随时去随时叫我。拜拜。好像还不错。
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的医院床位都满了，可能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有床位了。那还要等多久啊？这个不好说，我刚刚已经帮你登记过了，如果有床位我就给你打电话啊。陈医生，李主任让我来找您，他说他给你打过电话了。哦，对，李主任给我打过电话了。怎么今天就办住院手续吗？是啊，院长也批过了。来，我带你办住院手续啊。好。有床位他们为什么不收啊？他们的床位是给那些有头有脸有身份的人留着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找他们去，我找他们闹。凭什么不收？我住在门口跟他们骂街，看他们收不收。你骂了又怎么着？人家该不收你白骂，即使收了，我敢拿孟叔叔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大哥，不行，找找二哥吧，他肯定有办法。算了，不能什么事都麻烦他。燕儿，张志恒打电话说条件特别好，而且啊，跟那个院长已经打好招呼了。你跟他说了？是他来医院看我爸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爸，我出来帮我妈买东西，一会儿去看你。啊，挂了。大哥，原来我觉得什么事都难过，现在呢，觉得咱俩更亲了。因为咱们兄弟俩都是穷人呗。对，都是穷人。太高级了吧！哎，海呀，你看，孟一新三区二号病房，现价押金30,000。卡里有10万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拿着吧，不是都欠了90吗？还差那10万。好兄弟，马上还你。多少钱呀？我来放。哎，一鸣已经替你交了。多少钱？还有上次住院费，我一块给你。丢不丢人？有什么账不能回家算？不行，亲兄弟还没算账呢。你什么时候成我兄弟了？我这兄弟长得还真俊俏。哎呀，多少钱？不需要说清楚。